他这样。你别放空，看我的脖子几点啊？你看我的脖子现在就只能这样活动，别这样弄不后去，所以就。宝宝，赶紧把鳄鱼宝宝吃掉吧！不用，一口两口。鳄鱼爸爸，鳄鱼宝宝，鳄鱼爸爸，为什么不能吃掉鳄鱼宝宝？我要，因为你也是个宝宝哦。姐姐，